兄弟们，今天我们来玩个好玩的多合一运动弹珠台。等一下，是弹珠还是弹珠啊？啊，反正是一个意思。这配件有点多，我们先组装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那么东西已经准备好了，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运动场上各种不同运动的分值。首先是左边的射箭，60分；从坡道这里上去的是篮球，80分；右路的棒球，40分；如果走坡道呢，就是保龄球，100分；中间的足球，80分；最顶上两个应该是高尔夫球，分别是40分和60分；最中间还有一个最低的5分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挑战。按压开关，将弹珠进入发射台，拉动开关，发射。接着控制手柄，哎，我们要拿最高分。好，我们是进了一个足球的80分，只要进到相应的洞里面，都可以在这里统计分数。还剩7个球，我们看最后可以拿多少分啊？哎呀，竟然拿了最低的5分。刚才纯属意外，让它从中间漏下去了。哎，我们要控制着手柄把它挡住。100分！看到了什么叫实力没？咦，又一个60分。我们挑战一下高难度，拿到这个篮球的80分。又是5分，再来，不要慌，还有3颗球。咦，你这中间还挺会漏哈。大家说我还有希望吗？哎，我挡，哇塞，竟然进了这个5分，还有最后一颗了。我们分析一下，要进这个篮球的80分，应该用这边的把它弹到这个坡道上去，对吧？就这样干，乖。过来，哎呀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最后一颗其实我是故意不打进的。就我觉得吧，人生就需要有点遗憾。它总共是配了16颗弹珠，是一款不管单人还是多人都很不错的玩具。那么最后考考大家，我的8颗弹珠最后总共是得了多少分？